话想要跟哥哥说吗？这个已经是我心目中的最佳男主角。是的，所以最要怎么安慰他呢？其实我们明天会去吃大餐的。哎，是的，所以可能我买单吧。本来是他说他要买单的嘛，换你买，换我买，换我买，哥哥。好，那你没问，那你先入座，我们不耽误你。再见。最菜的白薇秀。你我觉得眼睛有一点泪光闪闪。没有没有没有吗？是累。那你觉得呢？就是接下来要颁发的这个奖项，我觉得我还是把我最大的鼓励送给芳草，希望他可以拿下。所以呢，我们都觉得非常可惜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通过奖金的努力，就算是这一次红旗大奖的大热了。对。虽然这一次有一点，我相信很多朋友喜欢过奖新郎都会有一点失望，但他们相信应该也会很期待说你们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没有一些有呢，还等我们的消息哦。有啊，有可能啊，是不是？有可能，所以等我们的消息，也许会有继续刻你们的 CP。 对，希望还有机会可以跟他合作真的很不错。好，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个环节了。那我们马上要颁发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个奖项了。轩婷加油，芳草加油，芳草加油。那我们先出去了，把时间交回给另外一边。好，来。